Julian.这个人，我要证据，上到区嘅证据。被拉咗人，凭咩我要信你啊？我成日脸盘睇啲尸体嘅，我啲尸体好似同我讲，死嘅唔应该系佢哋。今日如果我放过一个，听日就多一个呢啲咁嘅人瞓喺街度。 捉晒啲冚家铲咧，我唔会放手，你明唔明白啊，旧同学？真系帮我做一次卧底啊！你俾翻晒所有 copy 喎，50万，逐个月俾。去云啦！呢件事仲有几多人知啊？对方系杀人唔眨眼嘅悍匪，武器有冇针喺里边？